接住落嚟咧，为大家介绍咧近呢年纪里边咧一首非常流行嘅新曲曲目《李蛙转枝风雪停》，系由谭国安先生撰曲嘅。呢段嘅故事咧系出自我哋唐代一位好出名嘅诗人白居易先生嘅弟弟白行简佢所写嘅一个言情小说里边，就系讲呢个郑元和同埋一个名妓李蛙嘅故事。佢哋相爱之后咧，咁郑元和咧就沉醉咗喺呢个温柔乡里边，后嚟床头金尽嘅时候冇钱俾啊，咁呢个保姆用啲咩方法将佢同李蛙分开？而呢个郑元和后嚟系点？點解要沿途乞食咧？喺呢個曲裏邊咧，會話俾大家聽。佢仲要咧去做嗰啲大家都知道有啲咧孝子啊，即係話屋企裏邊有人死咗之後咧，佢係去唱嗰啲咁嘅歌嘅。咁究竟佢哋兩個喺途中落難嘅時候再遇嘅時候，李蛙係周圍去揾佢嘅。咁發生咩事咧？陣間就會唱俾大家聽。咁我哋今日咧就請到一對言伉俪，對粵藝咧都好用心、好愛好嘅曲俊生先生同埋岳永森小姐，佢哋兩夫婦為大家咧演繹呢一首《風雪情》，將時間交俾佢哋兩位，同大家唱出呢一首咁感人嘅歌曲，請大家注意欣賞。
相害梦碎，夫妻亲离，贫病交子，只有圆门托钵，激动之神，好心啦，施舍下啦。立月是水连天，影月高木，几兵啊前，百劫顺意，难奈何风渐，自愧逃戏园闭晒，是谁怜？冷寂残灯。怎奈门风户闭，雪雨无色啊，打天可叹力竭筋疲，事到如哀鸣头连连骂。好心力施舍下我这个乞儿仔呢，哎呀，哎呀呀，未解愁肠铁，冰骨命难言啊。
数月可以沦落至此咩？再变，一朝已断恩笑，此刻。
情交意。流金擦
转，焉有六我愁疏泪难天？又恨我心目两虚前，未许狐狸思归别。沦落无物癫，日渐枯影瘦影，病眼求活命啊，空思己身，唱还自返，把门第变，无奈君已转。唱还时中，问之歌中情有啊！唉，白发老债心悲酸，初刻俗艳恐花眠，家声玉殿枉费云窗，言经勤励念，拜得结孽缘，恨怨尽是一遍遍，苦痛尽入我心田，千刀万箭，家楚还思念，亲情未倦，绝恩也绝怨，唉，残色未穿，气之方圆，言之犹句箭，我命处有碎念，绝途并结苦相煎，熟练万转机场。只恨杨花薄命。
夜花千，容倦也像针箭，红泪已杯中现，愁报已上侵水花乱，干风自吹未容暴雨，旋风在双肩。此心已相牵，怨恨叠天，劫祸来动天。昔君胸中忧国盼开战。Lord